我帮你卡好了。这个叫七国军大将啊。哦，这是前老人家出国作战的时候发的，这个后面还有日期，1954年2月17日。明军因各个要牢记啊，咱大主义八项要注意啊，一切身心经济和要以带着大胜利啊，第二步那军中的整天啊，在他底下呢买卖的光彩啊，那你能不能讲告诉你？嗯，不错不错，大家在讲就莫在讲哦，你慢慢摸，慢慢擦的，擦的，再摸再擦。他这个是他磨了一个鸟的一个造型，这老人家让我把这条也给他刻了，我们下来安排个时间。